说青蛙都会跳跃，这是外号南瓜蟾蜍的失败动作。它身形扁平，滚了一圈，侧空翻，以肚皮撞地，不仅起飞费力，落地更是困难。南瓜蟾蜍举手投足间都充满笨拙，搞笑模样也被动物学家吐槽。They're really small, so generally small things don't break bones. 南瓜蟾蜍惨衰模样又痛又好笑，让人心疼。影片也在 Twitter 上疯传。记者说，它根本是世上最笨手笨脚的蟾蜍。网友更回复说要替它秀秀。It needs a hug. 网友还说，这样重重摔倒就是灾难般的挫折。Me jumping into a new relationship.原来蟾蜍看似青蛙，跳跃能力却与青蛙相差甚远。对此，研究人员表示，前庭系统的作用是感知平衡感跟空间感，而蟾蜍在前庭系统上显然有构造差异。The canals of the frog's vestibular system in the inner ear are so tiny they don't work well enough to keep it oriented in flight.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比肩大小的南瓜蟾蜍更喜欢爬行，极少跳跃的原因。蛙类大多以求救、求偶、警告、释放等多样鸣叫声进行沟通。然而，南瓜蟾蜍因为没有传声波中的中耳骨，属于听力不灵敏的迷你蛙，求偶方式不用鸣叫声，而是透过荧光的骨骼来吸引注意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八平以上的、5到6平的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，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